通用拼音样的伴有竹丝米。有竹草木处理过为饲料，唔但止粗到讲唔得，还会营养到好吧？每位影响到生活品质。而且来看到的是后队，平东尼浦乡乡亲的欢乐。我爱的爱看到的是成功的利益。本身东片村民屯乡牧场的关系该紧张，是让的变好的。还做到生活品质、环境保护，还有小组产业也三方面都强。安尼一成功经验，拍得上去做会多么呢？湖外的名都山群头，不是只会出现那一家的有皮豆竹丝米的引体怪宴，因讨论也按定义脑给出米。因为他讲人今啊对于生活品质吼，拢各要求的吼，故说尤其要按不透九点十点的时间，各道乡亲吼，如皮豆要竹丝米吼，要本他讲人的确影响的阿人，要各道生活品质。要水落迄个哦，你拿出来滴啊！就会因为影响到生活品质。你浦乡东片村民对一百空六年起时向环保单位建议用牧场，前面也还成立自工团，问题用六口环内监视器来监督，向牧业者系调转负面的来繁殖，双方的关系一定紧张。啊，有一摆过紧张的，如许个人半夜的吼，八九点的，拄好也排。太阳呢，愈去采用野水啦，啊，伊底部个阳光啊吼，愈焗出来，焗出来愈讲，五年安尼做啊吼，影响伊个经营啊吼，伊要加啊，伊要对安尼不利啊，那就他是大起来啦。哎呀，养猪场吼，伊明日啦，该跌啦，个粗米吼，我皮花安尼啊，存放了，嗰种系商业咩，系体检事情呢。那种要的养猪场，我们要沟通协调，要不然呢，做个养，废水处理厂啊呢。他们出来就用协调，说其实他们的目的不是要铲除我们，是要共存啊，共存就是说，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设备都把它用齐全，不要去污染到环境。中山台邱阳代用牧场皮号政府推广的竹丝皮拿来填红绿皮的政策，双方的关系改善了，超过的三年人总算结束。东面村就是以农为主，所以他就用从中间居中去牵线，就让我们跟这些农民媒合，然后在我们在邻近的两百公尺内，就由我们畜牧场本身自己出钱。帮他配管线配到他们的农田里面去，这样子，哎，就是达到一个资源共享的部分。要不会太痛的地步，用的是石墩处理各位竹丝竹苗的皮。农片村的农民家村上个来用的番呢，就做的这家四茶杯来到亚只的量，来到亚只的嘴。农民是温火茶来吹竹丝皮，也是把放好放好的水，就是做成拿来研究落皮的东西。一桶有十吨呐，差不多两礼拜、三礼拜都要补的。嗰种村民用的呀，快十多年啦。把管线来点高速，农民哥安尼唔但枪，还得反应变好话，还上个都皮条钱，一起记下的。第一个清枪，冇出米，冇像以前啦哈，猪饲啦、鸡饲啦、牛饲啦，按出对我的环境啦哈，对我的隔壁邻舍，你冇有影响。啊，主要伊喺变早雨的情况之下哈，伊如果好吸收哈，但磷、钾，好，三个基本元素它都有。从东片村案内，村民屯姜芒叶仔上富红包，打造环境对双方都好为利益，做得讲起怪罕见。东片村这边有四家畜牧场，已经有参与了我们这个计划。那施灌的面积有高达十二公顷，如果以在地的一个畜牧资源化的一个比例来讲呢，高达39%。那当然是远高于我们的屏东县的一个，百分早一早再利用的6%的一个比率哈。我
流对亚乡占满地所谓一方产业，不过亚满亚产业会再个发展，再个升级的话呢，就会先克服环保的问题。环保意识抬头啊，猪粪尿是我们目前最困扰的一件事情，当然这也是我们的责任。那我们是我希望吼，咱政府可以同咱做一个共同处理厂。前年污水处理设施设备技术高，本钱粗，中小型的旧竹厂归难自家来协，偏偏屏东人家家都是中小型的。必须要去做一些厌氧设备啦，或是一些传输的管线啊，或是槽车之类的，他们必须要投资这样巨大的一个金额，对于他们来讲，当然是这是我们比较难推动的一个地方。亚马逊环境科技公司计划在尼泊尔投资二来亿，协助污浊水集中处理厂，安尼协助一个污浊水每位变黄金。我们都会产生沼气发电。它、也是一个绿能的一个主要的展示、同样的就是说产生的这个沼液沼渣呢、那也是来做这个肥分再利用、那呢如果也送了天球里底都、来做取代那个化学肥料，这样的 PFA 是在产业、这个该产业的问题、听他早期、对这样有这样努力一定要支持嘛。第三，也同时是利用古来做安尼友善耕作。政府用爱改道的资源，提振是尼泊尔的母亲河龙江海。不过，旧竹的废水问题仍然不解决，随着气温高有变化的经验。上海龟山粗胖胖的个粗米，按冬人的老问题，每一下尾就做味道。不过有位东片村成功的理解，你不会上海潜规相应的家乡米，某天也没帮我。